李兹球速取得绝对领先。第三球仍然是直球的对决，林志胜这一棒扛起来，在中左外野方向出去了，满贯炮 Grand Slam， 没有人出局，满垒哦，看了三颗直球，前两颗没有挥掉，但第三颗林志胜说我不错过了。今年球季的第14号全垒打，11发满贯炮啊！大师兄林志胜在5局下半一口气让中英兄弟现在变成是8-2，6分的领先。在周四的双响炮之后哦，昨天的比赛没有开轰，但在礼拜六，让洲际现场主场的球迷哦，又欣赏到了满贯炮的演出哦。没错，应该会换了，那这个球也放在比较好一点的球这个位置哦。这个打击就是决定直球就跟打者拼了，但是林志胜说你要拼我也跟你拼了，对，